说话。您总算是接我电话了呀，你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啊。请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没话和你说。没话跟我说？好，你是把钱挣到了交过何寨桥是吧？做人不能这样子，瑞士的红酒生意是我周南给你搭的线，也是我周南给你认识的思密德。做生意要讲究诚信，你不能这么欺负老实人吧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老实人，你是老实人吗？你瞧瞧你干的那些事儿啊，坑蒙拐骗以次充好，老实人能干这种事吗？生意场上就得规规矩矩的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地步。今天到什么地步了？你是钱挣够了，我付出的心血，我开垦的土地，我灌溉的树苗，我这辛辛苦苦忙活大半年了，到最后等着开花结果了，让你给偷桃了。行，我认了，我认了。你吃肉，我不要求喝汤，不是，你总得给我点汁让我尝尝吧。100万啊，我只要100万瑞士法郎。你做梦吧，100万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。你要再打我的电话，我就报警。